喂，再就说。阿爸又说。看什么看？什么叫 big big 的？不用怕，不用怕，说可以，说可以，不用怕。什么叫 big big 的？什么？不是，因为他要 become big， 因为他怕怕，他要 scare away 坏人。他要 scare away 坏人，因为你看到 big big 东西，你会怕吗？他看到，等下人家看到他 big big 就怕咯。